派投资人好，我们要介绍的是12月18到20 IPO 的元大鼠年 EM 主权债 00870B。 新兴市场主权债具有以下四大优势：第一，基金追踪的标的指数 主要聚焦在投资等级债，高收益债权重低于 15%。 第二， ETF 投资于美元计价的新兴市场主权债，不用承担新兴市场汇率风险。第三，由于债券部位具有息值，长期来看，在定期吸收稳定下，指数走势长期上扬。第四，指数编制上单一国家权重低于 10%， 具有分散个别国家风险的特色。在成熟市场公债殖利率走低的情形之下，新兴市场成为投资人寻求相对较高殖利率的一个重要投资标的，将持续吸引资金目光。投资一定有风险，基金投资有赚有赔，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